今天就是想说这么棒的盛会，那其实这套礼服的性感的部分是我真的第一次这样尝试，然后我还蛮忐忑的，但是我刚刚也亲口问哲熙说我今天有没有漂亮，他说肯定漂亮。那我跟静雯姐谁漂亮？很难说，都漂亮了。哎，那导演说好。都漂亮啊。他每一天都漂亮啊，每一天都漂亮。对对对，但是他的今天除了漂亮的，他心更漂亮。对，他也很紧张。不会紧张啊，当然会紧张啊，对。非常期待，就是非常难得入围了14项嘛。那有人说14项，因为其中有3项就是男配角，那所以有人注定说你不可能大满贯全拿的，对。但是我自己是私心觉得，为什么不能3个人一起上台嘛，对不对？办。喂。稍稍的，稍稍应观众要。红哥今年已经超过50了嘛，那因为红哥他的人生走得比较长，啊，哲熙一直有好的作品，如果硬要只能真的是只能选一个，我当然觉得最好是一起上台，但如果只能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敬老尊贤，所以其实我虽然年纪大，但我心态还很年轻啊。我今年是第一次入围的啊。你上台还是哲熙上台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马上有演过。都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说崇轩姐吗？我昨天还传讯息跟她说，崇轩姐明天见，一切顺利。然后她也是回我。当然不是，是一种互相敬爱的感觉，我真的很平常心，所以都好，真的都好，对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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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你们来我的纪念馆。现在大概10公斤吧。不紧张，今天很开心，不紧张。今天，觉得今年的心情比较参与大于过哪种，因为今年有很大的台剧有很大的改变。那我觉得那个气候跟那个动力已经开始在蠢蠢欲动了，所以我觉得，真的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情，我觉得 ，OK 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到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想今天的选择，我想比较让我可以安心，然后也是，就是我女儿期待的，有点小公主风，但是又有点我自己的个性在里面。他们看到身上的小花瓣，我想应该会很开心吧。要看大家。我现在还没时间拿到电话，但是刚刚出发前我大女儿有陪着我，所以我也很开心，他们都说妈妈是最棒的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觉得都很棒，谢谢谢谢。他很冷静，因为他忙得要去接小孩各方面的，所以今天我很谢谢他让我很安心的可以来参加典礼。我觉得我在他眼中应该都是最棒的吧，所以他的讲话都是不准的。谢谢谢谢。那么最后啊，跟大家秀一下什么